所有众生尘土一切我当帮我法等如是一切诸业障悉皆消灭尽无余念念之咒语法皆广度众生皆不退乃至虚空世界请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四方遍卷尽回向亦如是南无大恒不见菩萨南无大恒不见菩萨南无大恒不见菩萨南无他切都耶都地耶都弥利都婆毗阿弥利达悉耽婆毗阿弥利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帝揭弥尼揭揭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揭哆地耶他弥利多婆毗阿弥利达悉耽婆毗阿弥利达毗阿弥利达毗迦兰哆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揭哆哆地耶他弥利多婆毗阿弥利达悉耽婆阿弥利达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哆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庄严，请合掌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大家阿弥陀佛，晚安。请切换幻灯片。今天是讲《妙法莲华经》讲座第二章，请看封面。第二章方便品 ，The second chapter。英文叫 expedient means， means skillful means。 那这一次我也会介绍佛教教育与朝圣，我们用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经典。请问两边的电视看得到吗？看得到吗？看得到哈。好，你应该看得到我的分身才对哈。主讲者是我，今天呢从25号开始，谢谢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请法六天。我知道这个道场呢，大家都非常的精进，每天都有不同的诵经修持，这是非常好的。那为了这次的讲座，所以全部就停了来听经，所以一共有六天。可是方便品啊非常长，我真希望我能够讲完，所以各位要专心听啊。我的讲义今天给你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全部一共有80页、啊、我连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哎、各位有很多的功课要做，所以请你专心听。首先谢谢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真诚的请法，然后呢协，这是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呢是桑野精舍。这些讲义是我、要求我的学生跟训练我的学生而做的，但最后定稿大部分都是我。
好，先看幻灯片。我们坐在这里来学习佛法，各位下了班很辛苦，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很多很多的愿望，其中最大的愿望应该是希望能够出轮回而成佛。看看第一张幻灯片，这是尊贵的释迦牟尼佛以及贤劫千佛他成佛的地方，所以我们很有福报，尊贵的佛陀诞生在我们这个地球里，所以在一个新加坡就有可以看到南传跟北传跟藏传的三个传的这个国家。所以现在看到的是，请看幻灯片，南传佛教释迦牟尼佛。新加坡提倡多元文化多元宗教，这是非常好的，像我们在台湾就比较不容易看到印度教，这边就有很多印度人，印度人非常喜欢到新加坡来，因为它很干净又有很多工作的机会，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就算是佛教，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南传的释迦牟尼佛，这边有南传的寺庙。接下来看第二章，中国云冈石窟，大乘佛法也非常的殊胜，我们在座的佛弟子就是希望学习大乘佛法，发菩提心，行六度波罗蜜跟修十地。第三章，哦，对不起，跳了。第三章呢是传说中是弥勒菩萨亲自所教的，在印度菩提迦耶，由阿育王建这个摩诃菩提迦耶正觉大塔的时候，把它找到供奉在这里，所以这是藏传佛教里面他们非常欢喜的那供奉的释迦牟尼佛。好，那在没有讲经之前，请各位看到第十一页，第十一页第十一行，这是演讲。好，因为法华经本身经文就很长，所以我会尽力的说，但是会重视在长行文里。寄诵的部分它有重复的地方，那我会很重要的白话翻译讲重点，所以我在想短短的六天，那怎么样可以贡献大家很多主题。今天待会我们会给大家看伦比尼的短片，伦比尼是释迦牟尼佛由他的妈妈摩耶夫人而出生的，这个伦比尼，古代伦比尼呢是在尼泊尔跟印度是同一个国家，现在把它才分为两个国家，所以我的演讲从第十一页第十二行翻开到第十二页，这一次我会介绍九个主题，尤其是第九个主题我会特别介绍念佛三昧。我自己本身也念阿弥陀佛，我也知道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请过很多的善知识来弘法，在座的很多莲友也会念佛，但是这一次呢在方便品的经文当中有提到要念佛，所以我会特别介绍观想念佛、持名念佛跟唯心念佛，这个待会再讲。所以虽然我也知道大家工作很辛苦，可是呢六天的讲座很短，所以每一天呢都会有不同的主题，请您多多把握。好，现在请全部关灯，谢谢。坐在旁边的人也可以帮忙，没有关系，不一定是要义工。全部的灯请关掉，然后哦，只有今天播放这个伦比尼的档案，全部关掉，没关系。摄影的人呢，麻烦你就照右边这个清楚的，好不好？还是你可以直接从电脑切换吗？你会录得到，对不对？好，那就谢谢你，好，感恩。请全部的灯关掉，好吗？电视前面的也要关掉，不然待会你会看不清楚。若是坐在开关旁边的莲友也可以举手之劳帮忙关掉。好，这个短片有十五分钟，好，我请我的学生竹竹做了又改
改了又做，一共呢会有做了一个月，可以吗？灯可以关掉吗？什么？在很高，不用开关，应该不会很高吧？没关系，慢慢来。谢谢工作人员。待会这个十五分钟的短片结束以后，就要请你开灯。好，谢谢。好，请保持安静，我会旁白。哎，佛龛的灯不要关，你关了我就连我都看不到了。哦，没关系，关了就关了吧。好，没关系，没关系哈，对不起，因为当会工作人员也是今天。好，从头，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好，好，佛陀的诞生地伦比尼园。1997年在联合国教育组织设为世界文化遗产。伦比尼园呢，它在古代呢是在居利国跟迦毗罗卫国之间，现在呢它当然属于尼泊尔，所以你从加德满都去会比较方便。伦比尼园入的大门口，现在它成立一个伦比尼园 Foundation，前面你看到的稻草屋是他们的旅行社，进去当然要买票，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是花园圣地区，好，谢谢。佛陀诞生的地方，也就是2500多年以前，摩耶夫人他们当时有个习惯，就是要回到家乡去诞生自己的孩子。那当时呢，他经过了伦比尼，那个地方是无忧树，所以正是呢，佛陀就在摩耶夫人的右胁诞生。那后来呢，在大乘的时候，这个寺庙曾经呢成为很多僧众的地方，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图片大部分都是这个寺庙中佛塔的遗迹。音乐可以大一点点，谢谢。西元2世纪前佛塔的遗迹，也就是说当时是非常重视要供佛塔的。那我们有一群的人，我去了两次佛陀的这个诞生处，其以前是寺庙，现在设为保护区。好，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庄严的圣地。我们去朝圣的时候是没有冷气的，你们是很好，坐在里面听啊。这个是韩国的比丘尼念妙法莲华经。那遗迹呢，本身它有保护区，由日本人跟伦比尼跟全世界的 foundation 把它组织而成，大概建筑在西元前3世纪到7世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古迹，可是在天人啊看到啊，菩萨看到呢，这是净土，这是佛陀确实诞生的那个地方，主板就在这个地方，学者考证就在这边诞生的。那当时旁边呢树是无忧树，当然现在这些树呢都已经不在了。那释迦牟尼佛由摩耶夫人的右胁诞生，这是一个木雕。那这是佛亲自踩的脚印。那我们呢很高兴的有一群莲友到那边忆佛念佛，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古老的遗迹。我想这尊就不用介绍，未来佛星弘法师。哎，遗迹四周的一角啊，那除了佛陀诞生的保护区外，整个寺区呢现在是佛塔的遗迹跟寺庙的遗迹，所以你去的时候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宁静。这个是西元2世纪前阿育王朝所建的石柱。阿育王建了孔雀王朝，很了不起。现在石柱上的字呢到现在都还看得到，已经1000多年了。
传说上面应该是有四个狮子的头，然后呢代表这个转法轮像狮子吼。那寺庙南方有一个后人现在建的水池，当时是没有这个水池的。你看到现在屋顶是藏传佛教，是因为藏传佛教的上师仁波切跟喇嘛也出很多钱来维护这个。那这棵菩提树听说是从印度菩提迦耶接枝过来的。那到了圣地啊，应该不要空手，应该诵经发愿，供香供花或是经行啊，因为你千里迢迢到圣地是很难得的，应当为一切众生而发愿。所以他说以前是无忧树，现在已经枯萎了，后来由菩提树来代替它，这是从菩提迦耶接枝而来的。当然在西藏文化里面呢，挂满五色旗代表五方佛啊，那我们就在树下送什么呢？普贤行愿品。所以我去了两次，在第二次的时候有来自于五个国家的莲友。所以你想想看，新加坡莲友都很有福报，我觉得你除了去欧洲、美国、加拿大玩之外，应该发愿至少一生去一次佛陀的圣地吧。菩提迦也是非常好，这次是介绍伦比尼。很有趣的是小鸟也来朝圣了，可是小鸟却是畜生。这是我们2007年的团体照。那天我也非常的开心，然后心中充满了法喜，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是2005年的团体照，我们能够千里迢迢到佛的圣地去，这是很好。第二个是寺院规划区，它叫做 Lumbini Foundation， 所以在很多的旁边都有建南传、北传、藏传等不同风格的寺庙。这个是由日本人World Peace Pagoda 他建的这个世界和平佛塔。日本人很不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了很多恶业，但是他们对佛教文物也非常的支持，所以他发起全世界的人募款，按照印度散起佛塔的大乘造型的雕的这个依妙法莲华经而建的这个佛塔，非常的庄严，连印度教人呢也把这个地方当圣地。所以我们在2007年去朝圣的时候呢，我们也按照这个塔经行啊发愿。请看这里啊，现在就讲法华经。法华经它是用佛的出生啊，完全从日本渡经同渡经的，背后就是写妙法莲华经的经文。这是佛的第一个出生，第二佛的证悟，第三个佛大转法轮，特别转妙法莲华经，第四佛在库须那嘎拉入涅槃。所以他用东南西北四个来代表佛的出生，然后还有证悟，还有转法轮，还有入涅槃。在金刚乘里面说，若有圣弟子到过这四个地方去一次，永远不堕三恶道，会遇到贤劫千佛。所以我们去的莲友呢都很虔诚的发愿也回向，我们也有在里面禅修。想想轮回是很苦的，我们常常忙与忙，我们一生当中到底心灵有多少的平静过呢？好，现在从佛塔往前面看是很漂亮的花园，因为我刚才说过他成立一个 Lumbini Foundation， 所以他现在规划得很好。这个是日本的佛寺，它是依妙法莲华经而建的佛寺，叫法华寺或叫妙法寺，对不起，妙法寺。好，看这里，待会会介绍多宝佛塔二佛并坐，这是同度经的，从日本来的。所以日本人呢啊，想妙法寺的话呢，他也是专修妙法莲华经。啊，当地也有出家的小沙弥，他也很开心。好，
跟他照相就耶，这叫轻松版，刚才那个叫庄严版。连动物也都很法喜充满，很有福报，身在圣地。最后我们带着法喜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和平佛塔。那旁边也有藏传佛教，这是藏传萨迦派的建的寺庙。然后我们所到的地方，哎，都为一切的莲友都点灯，我也为在座新加坡全部的莲友点灯了，希望你们永远光明遍照法界。然后他也有缅甸的佛寺，像仰光大金堂，这是印度的佛寺。所以他等于说每一个国家都建一个他不同风格的地方，在叫 international， 就是。好，这个是泰国的佛寺，所以它非常的大，所以建议各位啊，这是尼泊尔的佛寺，所以建议你去的时候不要匆匆忙忙只安排一天，这样太可惜了。这是德国建的西藏杜姆寺，杜姆就是观音的化身。所以可以看到南传北传藏传都非常的兴盛。这是修建中的中国佛寺，属于大乘佛教。第三个，园区目前的绿化以及其他重要的景物。或许我们现在去你只是看到遗迹，可是在大乘经论以及大智顿论里面说，这个还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很可惜这是荒废的博物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荒废，建得很好啊。好，接下来它河的两岸有很多不同国家的造型，这个叫做世界和平河。和平是我们大家都想要追求的，在印度教里象征和平的是火，所以印度教认为要跟天神沟通的方式就是火，但新加坡人好像很不太喜欢火， fire extinct， 对不对？但是西藏佛教会有火供。这是在京行的南传沙弥，这是巴利文叫潘恰西拉，代表南传北传藏传从哪里开始修，从永守五戒十善开始。这河非常的宁静，那因为非常的大，所以你第四个游园的交通方式，那就已有三轮车。这个人呢跟我夜的呢，他已经载我两次了。这是所有的这个三轮车夫，最后啊，我们谢谢他，给他钱之前叫他三一二三耶拍一张，这样子。各位若去的话哈，请你也慈悲给他们机会，因为他们一年呢大概就是三四个月，就是赚外国的观光客。雨季的时候呢，没有人要来；大法会的时候当然非常多。好，你看雨季的时候很泥泞啊，他就是为了赚这一点点生活费。所以后来我们莲友跟他说，那就换我们自己采吧。这是印度尼西亚的莲友阿朱，很开心。这是新加坡的莲友。所以去那边我觉得虽然他们很苦，但是你也给他机会跟他结善缘，最后再见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很高兴的，他也会希望你能够再来。最后我们就带着佛陀的加持离开了这个圣地伦比尼园，我去了两次。那这首歌是大宝法王作曲，他的弟子唱的，愿世界都和平繁荣，愿你长寿健康，愿你心想事成，万事吉祥。所以这一次讲经里方便品第二，我也会讲到点灯功德，看几张团体照。所以我发愿把它做了，这是第二个。那第一次去年的 Bodhi Gaya 已经上网了，你可以请全世界的朋友 download。将来呢，把佛陀八大圣地都做完以后，我就会流通 DVD 跟 VCD。这也感谢大宝法王官方网站的授权。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科技是很方便，可以帮助众生了解更多的佛法。好，那就到这里，谢谢。好，请开灯。
第一天啊、我会讲，那我再看时间啊，因为这次的主题比较多，若有空的话，或许在带大会进场之前，我会再放给你们听啊。好，现在看回来。好，请各位翻开讲义第九页。这边可以开灯，没关系。对不起，工作人员，我的中间你要开灯，不然我录影的脸是黑色的。好，不好意思啊。好，请看第九页第九行，先介绍前言。为什么我要讲方便品呢？请看第一个，法华五品的提倡与弘扬，科判分二，甲一基门，分三甲二丙门。请看幻灯片。妙法莲华经跟在中国里面呢，跟华严经一样称为经中之王。华严经功德很大，是佛成佛的时候21天就在菩提迦耶讲，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度了很多很多的众生，到最后要入涅槃之前，他讲了两部经，第一个就是《妙法莲华经》，第二个《大涅槃经》，佛就入灭了。所以这个《法华经》本身是非常殊胜的。好，请看幻灯片。所以它分为基门跟本门。基就是指 manifestation， 就是佛显现的，像脚印一样，动物踩上脚印，它就有一个印上去。这个叫做足基。本门呢，是本来它的 foundation， 就是佛本来证悟的功德。那佛本身证悟的功德是广大无边的，一般人是不太了解的，所以法华经的科判是很特别的，只有它分为基门与本门，这是它特殊的地方。也请看幻灯片，先不要转，先看幻灯片。然后请看基门里面分三，从第一章到第14章，己一续分是第一章，己二正中分方便品是这一次要讲的，己三流通分是第10章到14章，14章里面安乐行品在2006年6月份我在新加坡大悲中心讲过。按照次序的话，其实我应该先讲方便品，为什么？待会我会解释。后来呢，我先讲了安乐行品，接下来再看下面一张幻灯片。甲二本门分三，也就是第九页第16行，从第15品到第28品呢，是他的这个利益广大的众生，像你们最常念的25品《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个是菩萨证悟功德，大慈大悲广度无量的众生。所以看甲二本门里面分三，续分是15章，己二正中分是15章到17章。所以去年的2007年12月在双林寺，我讲了16如来受量品，17分别功德品，这是讲佛的果地的功德。所以我是先讲了安乐行品因，接下来讲佛的果，接下来再回来讲见地。那可能有人呢就会看到这个表说，那师父我下一次是不是就请你讲普门品呢？很抱歉，答案我就说 sorry， 因为为什么？新加坡很多人都在讲诵普门品。各位可以看新加坡很了不起的演培老和尚的普门品讲记。普门品不是不好，那我觉得呢，若有人在请法，我想考虑讲第28品普贤菩萨劝发品，它是最后一品告诉你。所以也有人猜说，师父你一年讲一品，那28品要讲28年吧？答案不是的，因为法华经我只会讲5、6品，接下来下一部经我会为新加坡莲友讲的是维摩诘经，因为维摩诘经开始讲净佛国土跟讲般若波罗蜜，
所以讲华严跟法华最重要是要劝大家发广大的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这个是华严五品，它为什么它的架构是这样，它不是随便乱挑的。当然你说药王菩萨本是品当然也很好，法师品第十品也非常好，可是呢真正要有福报的话呢，要像出家众一样结下安居，对不对？至少要半年每天讲，这样的话妙法莲华经才能够从第一个字讲到最后一个字，而且这还是最快最快的，所以至少要6个月到8个月，整部法华经6万多字才能讲完。哎，各位那你们就发愿吧。好，接下来再看幻灯片，法华这五品它有它重要的地方，我要补充的叫见修行果，也就是华严经讲的信解行证，这是讲义上没有的，你可以抄。请看第一个方便品是讲见地相信，先看右边信解行证，这是出自于华严经。华严经佛告诉我们，第一个要相信佛的功德，还有成佛是可能的，第二个要了解修行的道理，第三个要真正去实践，行是指六度万行去实践，证是指证悟证果。所以从这个架构来看呢，是第一个应该看方便品。可是当时因为因缘没成熟，我没有讲，我先讲什么呢？讲第十四品，大家了解要身安乐、口安乐、意安乐、誓愿安乐，从身口意上去下手。接下来希望你在菩提道上不要退道心，不要走错路，所以要先告诉你成佛有多好，那就是如来受量品第16跟分别功德品第17。那真正的呢，你成就了法华三昧有什么好处呢？就可以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所法。所以普门品是指菩萨的六度万行，这个行念破音字念横。所以各位很多的佛教的道场都天天念普门品是很好的，非常有福报的，赞叹你的，因为你念普门品念金刚经念阿弥陀经，所以你才可以听到大乘经论。可是真正修行啊，老实说你没有办法像观世音菩萨跳到火灾里火灾就灭了，你没有那个功德力。你应该学的是什么呢？安乐行品，身清净，身安乐，口安乐，意安乐，誓愿安乐。你要先从身口意里面去净化，但是在净化之前最难最难的是什么？你的见解。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这次讲方便品它有一点长，但是我会尽量讲重点。可是我觉得新加坡的莲友很喜欢学习佛法，很喜欢布施供养，护持三宝，做义工，然后坚持善事业 charity 建医院，我觉得非常非常好。但是新加坡莲友呢，很多地方都要努力。第一个，华文要努力，你的佛经很多你看不懂。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要努力的是什么呢？见地不够圆满。所谓见地不够圆满呢，就是什么呢？你啊，对整个佛法是什么不太清楚，常常是像逛百货公司一样 shopping mall， 走到什么就修什么，看到什么就乱买什么。这个点我是很真心讲，希望你们不要不高兴啊，耐心先听我讲话。对，所以我觉得新加坡莲友是非常有福报的，东南亚里面对不对，地图里面是找不到只有一点红点，你看有这么多众生学佛法，对不对？马来西亚跟台湾都比新加坡大，可是新加坡的佛教徒非常的虔诚，非常的精进，很好，但是你找不到成佛的路，这是你的问题。不管你选南传北传藏传就是这样，今天讲金刚经就听金刚经，明天讲法华经就听法华经，后天说楞严咒很大哦，威神力很强，就去念楞严咒，最后一天呢觉得的这个要听到了身体不太好，那就念去念药师法会，然后再过几天呢又呢蒙山师时要超度，再过几天呢梁皇宝忏，对不对？金刚忏、地藏忏，什么忏都拜，拜完以后还是猛查查的，
答案是什么呢？你没有抓到修行的关键。第一个关键是什么？你的想法看法要好好改变。改变什么呢？要依经论去改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你们的问题，我只是说我看到了一些现象。我出家20年了，20年前我也想佛法浩瀚如海啊，就像一个佛堂里面有大藏经啊，不要说出家师父好了，在家居士、哦、不要说在家居士，说出家师父呢，有几个人真的把全部大藏经全部读完呢？可能读前面后面不知道，读后面前面忘光光，所以这真的是很难。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你学什么佛法，你应该知道整个地图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一次要讲方便品的见地。就好像你到新加坡，你要去新加坡东边的机场，你一定要先找地图，要找你的儿子女儿会开车的。机场明明就在东边，你总不会往南边，南边就开到圣淘沙啦，再往下开呢就跳到大海去了，对不对？那你要去那个这个花巴山，那你要找对方向。所以我觉得见地是很难的。见地呢，就是你不同的想法跟看法，这是第一个。所以你第一个要有佛知佛见。所以方便品里面说，佛为什么要出世？开示悟入，佛知佛见。我讲你读过法华经的经文都知道，没关系，我后面会慢慢讲。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的知道的佛法都是人知人见，不是佛的想法，所以为什么要去读佛经？对不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多老菩萨就问我说，师父，我们念念念珠，从右边这样念念念念到后面，是不是要跨回来，要倒回来，这样念这样念这样念？我说谁说的？没有，我真的去查藏经啊，没有说不可以跨过母猪的。它只有一个母猪，里面早期的佛像里面刻有西方三圣，表示呢它不要跨过，代表恭敬。第二个，在东密里面的确是有念咒语的时候从右边念念到左边，不要跨过母猪，因为母猪代表大日如来，再带回去念。所以你一定要去问，对不对？它有它的道理的。不要说各位20年前我就听到老菩萨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我说都是你说的，但不是佛说的。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过堂八关斋戒，我们要短期出家，我们都要学过堂，对不对？大家透过这个过堂都知道吗？这样坐下来，对不对？要捧着龙土珠，对不对？吃饭要这样，这很好。是说因为你吃饭的时候你都是散乱心，呱啦呱啦的讲，现在吃饭的时候就叫你不要讲话，是禁语。但听好，这个是中国文化，在印度没有人这样吃饭的。西藏人吃饭是很开心的，还说笑话的。那请问，那你就认为说不可以讲话，这样才叫庄严咯？那我告诉你，我后面的西方三圣最庄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的见解要好好去想，想什么呢？叫闻思修。你听闻佛法以后去想什么地方是修行的重点，你才能够去实践。所以各位佛教徒，大乘佛教徒应该教别人多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听经闻法共修，然后呢修止观，修般若波罗蜜。就算你很喜欢读法华经很好，就每天念一卷，而不要呢大乘佛法一教人家来佛门，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全部都跑光啦，是不是呢？所以当然我们要严守戒律，但是有很多是中国的文化，并不代表佛法。所以有时候呢我只能点到为止，因为台湾跟新加坡很多都是呢佛道混合不清一起拜的，我们台湾也是儒家道家跟佛家三个一起拜，所以你要真正跟他讲真话他是不相信的。这个就是讲见地方便品要说的。甚至释迦牟尼佛要讲经之前呢，嗨，竟然有5000个比丘跟比丘尼通通站起来哗啦哗啦哗啦的都退席了。好，各位看第12页第二行，佛陀的弟子有5000个人呢，一生跟佛出家修行，佛讲经说法讲了22年的般若经，到了最后灵鹫山的时候，对不对？当时很不幸，佛陀的僧团被
这个阿舍王子破坏僧团分裂，佛正式讲般若经跟法华经，降魔大地六变震动，然后呢僧团又重新回复了。当佛要讲法华经的时候，有5000个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塞站起来说，佛陀瓦塔卡派奇，我不想听，就走了。我想今天大概对，大概是400-500人左右吧，我不晓得楼下的人哈。你想想看，5000个出佛弟子在家出家，哗啦哗啦通通都走了，你想那个是什么场面啊？可是佛说了一句话，退一家宜，走了也很好，他们不是听妙法莲华经的根性。可见法华经是很深很深很深的，所以听得懂那是过去有善根，听不懂不要生烦恼，更不要毁谤。所以见是很难的，当佛讲完了以后才开始，佛因为舍利佛3次请法，本来他是拒绝不讲的，佛就舍利佛一直求他，求了3次以后呢，佛开始讲，讲完的时候佛现神通，遍照东方600万亿恒那由他恒河沙游旋。结果呢，佛在讲经讲到一半的时候，多宝佛塔现前，这些都不是我们人间看得到的。大菩萨、阿罗汉、圣者，或是人间多生多劫的有善根的佛弟子才会看得到。所以可见要成佛是很难的，第一个你的见解要好好想一想，你要依佛经去判断，你有没有重新检查说，你虽然学佛不管你20年、30年、50年，有些你的想法是不太正确的。当然佛经里面也有说了一说跟不了一说，也不是说你的想法都错，而是呢真正以妙法莲华经来成佛的角度来讲，有很多的想法呢是要重新检查的，这是呢见。好，在这里见里面虽然讲佛讲3乘法，对不对，声闻缘觉跟菩萨最后都是一佛成，可是这一次我会解释跟你说，南传北传藏传啊，最后都是一佛成。好，请看下面，请看幻灯片。佛讲法华经是在印度，假如有机会去印度菩提迦耶的话，请你不要匆匆忙忙，能够租一天的车子去灵鹫山朝圣。灵鹫山它的身形就像灵鹫鸟，你看《大智度论》里面讲，灵鹫山呢现在是圣地，有无量的这个菩萨跟仙人啊，跟圣者现在还在修行。我去了2次，好，我们在那边诵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诵普贤行愿品啊，整个虚空啊，通通都在念普贤行愿品。接下来，这是佛陀在亲自坐在这个说法台上讲《妙法莲华经》跟《般若经》。那这个说法台底下有几个山洞，有舍利佛，有迦摄，有目犍连尊者，很多很多的山洞，所以去的时候你可以带一些灯或香呢去那边啊供养共修，也可以在山洞里面打坐。所以希望新加坡的莲友虽然工作很辛苦，若去朝圣的时候不要排得刚刚好。印度人有时候是常常呢飞机都会 delay 的，他就说对不起，今天没办法起飞，你跳脚也没有用，对不对？假如飞机今天没有办法起飞，那好啊，那就多一天去灵鹫山吧，对不对？你不要排得刚刚好。假如你的假期是7天，对不对？那你就宁愿排5天的行程，有多一两天优美的，有弹性的。好，接下来看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幻灯片里面《法华经》的殊胜。好，这中间是用铜鎏金的多宝佛塔，右边是多宝如来，你看到了右边，左边呢是释迦牟尼佛说法印。好，现在来请看今天的目录，请翻开第8页。好，这是说明我为什么这次要讲方便品，因为其他的品呢，法华五品呢，其他4品啊，其他3品我讲过，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有很多法师也讲过，也有尊贵的这个眼培老法师的讲记，竺摩老和尚也有讲记，各位可以去图书馆借这个普门品的讲记。好，请看目录，第一个前言，第二个参考资料，一样我这一次非常的感恩
佛教青年弘法团请法，他们非常的真诚，请了很多次，我这次因缘才能来，所以我很日以继夜的拜释迦牟尼佛，念文殊菩萨，把偶益大师的科判翻成了英文，所以参考资料有中文跟英文。那在座老菩萨，你虽然英文可能看不懂，不过要生随喜功德心，你不要说哎呀师父你印得这么厚，对不对，翻过来翻过去翻过来翻过去，你往生以后大家都看不懂古汉文的，知道吗？对不对？现在你的儿子女儿跟你讲的都是英文的，你也听得猛查查的，以后的人呢要看得懂古汉文 Classical Chinese 是很难的。所以我自己呢真的是很真诚的发愿，把这个科判呢翻成了英文，是偶益大师的。偶益大师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开悟的祖师啊。第三段是法华经的各品简介，第四个才是法华经 Chapter 2啊，的科判的总表。接下来再看下面幻灯片，第五呢就有第二章方便品科判跟多种对照表。英文的部分我这次选了一个 Leo Harvard， 待会会介绍，他是把古汉文一个一个字翻成英文，所以我没有用上一次另外一个版本，参考资料上我列，可是呢我列的是从古汉文翻成英文的，这样子会比较好。接下来再看附录一，附录一第八页第十四行，当我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因为它很殊胜，所以是一生成佛的法门，所以我内心里也发愿介绍南传北传藏传的同时，正式介绍西藏密勒日巴的正道歌。好，我有藏传佛教的传承，那密勒日巴的正道歌有些东西可以帮你补助了解经文更多的地方。密勒日巴他是开悟的人，好，再过几天就会介绍第一首歌叫《就近的渐修行》，他唱歌都可以让人家开悟，他在山上都可以度幽冥界的众生。前几天我在海音古寺讲，我们要度三恶道的众生，请问现在鬼来临怎么办？你一定念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赶快走，赶快走，不要来找我。你不是要众生无边誓愿度吗？现在鬼来了，你应该有方法去度他。那你为什么会怕鬼呢？因为你觉得鬼会伤害你，你的见地啊，只是站在人的角度上。假如你的见地是站在说，哎，鬼也是六道众生之一，这么多人不找，他会找我，那我一定跟他有缘，我应该有慈悲心去帮他。其实鬼会对你顶礼的。很多老菩萨来单独见我的时候问我说，师父我们家被下降头啦，或是有幽冥界众生干扰啊，或鬼来了怎么办？你要生大悲心，这是第一个。你念观音圣号应该说，观音菩萨你加持我，我很愿意帮助他。你念头一转的时候，你身上就会放金色的光芒，叫慈悲三昧，而不是像一般各位说的讲，鬼来了赶快走哦，赶快走，不要来我家，到别人家。就像你家里扫蟑螂，扫完以后到别人家，蟑螂到别人家，可见你的见地呢就是呢这么小，了解吗？那你想想看，当然我们的功德力没有像观世音菩萨这么大，但是若是你念虔诚的大悲咒，或是念观音菩萨的圣号，你的见地呢是可以升起广大的慈悲心的。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讲 Chapter 2第二章的原因。所以我这次会讲很多主题是在海音古寺没有讲的。接下来看这个附录二，会介绍十二种虚幻歌。我觉得新加坡的莲友非常有福报，过去可能有些人是在天人上修行的，有人在人间可能是文武百官，有人是虔诚的佛教徒，有些人过去也是出家的修行人，所以我觉得新加坡的莲友都很有福报，长得都圆圆的，真的，这是真的。哎，我讲的不是，我是真心赞叹。可是就是因为圆圆的，新加坡很好，所以新加坡有很多的什么 entertainment， 很多的娱乐 attraction， 很多的诱惑，很多的 desire， 所以大家都不太敢这样出家，对不对？出家的师父很辛苦的，不一定要看你的愿心。的确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出家，但是你若真的有愿心出家的话，好，那是很大的很大的功德。但不论你是在家或出家，第一个要先学的对世间的执着要放下，所以这里我会教你去看十二种东西是虚妄的。
你认为哪一个东西不是虚妄的呢？所以密勒日巴正道歌有一首十二虚妄歌，接下来你应该好好的用功诵经打坐修止观，所以瑜伽十八乐。瑜伽现在新加坡跟台湾也一样，因为上班的人工作压力很大，都要什么运动，又少运动又很肥，对不对？然后呢也很圆满，所以就开始要练瑜伽。听说有些道场在禅修之前练瑜伽，这是很好的，这是真的。在印度教，西藏的喇嘛也修瑜伽。中国呢，有些法师可能不太熟悉，有些道场没有弘扬，没有关系。可是真正把身心调得很好的话，你身心是很快乐的。所以你真正修瑜伽止跟观的话呢，会有很快乐很快乐的这清净心灵的觉受会升起。所以我会介绍一首歌叫瑜伽十八乐。接下来各位因为要念佛很好，但是呢我会放一首凡夫的歌，你们在海音谷是没有听过的，叫念念不忘。2004年可能有些莲友听过，进行品里面有听过，不过这次我会详细的讲。我们呢虽然嘴巴念佛，念念忘不了什么，忘不了子孙，忘不了财产，忘不了房子，还有忘不了功德，这个是障碍你去西方极乐世界的。好，讲义呢明过一两天会发给大家。接下来再看，这一次我发了很多愿心，点灯很重要，所以我会亲自教大家唱一首点灯的歌。我把全部的佛说施灯功德经，请看第九页第三行，大正藏第十六册编号702。点灯有很大很大的功德，点灯有很大很大的功德，我把它全部都整理了，一个一个字打出来，会让你们去看，我会介绍一小部分。接下来看附录第六，很多莲友很喜欢读《金刚经》，在新加坡跟东南亚也流通我讲的《金刚经破空论》，非常好。可是《金刚经》还不够，不够的原因是《金刚经》真的是要很高根性的人，除非你多生多劫修，对不对？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但是现在我们读的金刚经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民国初年范古农居士校对的，所以它非常的正确，但金刚经的内容太短了，大概你20分钟就念完了，对不对？如来无有一众生得度者，如来若有众生得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字不难，你就呱啦呱啦念，念什么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再去读小品般若经、中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为什么呢？注意听，他有讲两个东西是金刚经里面没有提的。第一个，不退转，怎么样向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正道阿毗跋致，叫八地不动地，不退转很重要。第二个，真正学佛的人一定会遇到魔障，怎么样降魔，在金刚经里面没有讲，可是现在我这次要编的 chapter 28 跟 29 呢，这里面就有讲到怎么样降魔。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所以这是要供养大家的。大家也可以把小品般若经的28章跟29章当作自己共修的日课。将来我会编这个第10卷本的小品般若波罗蜜经的折叠本，对不起我太忙了，我们张仪金色还在做，好，还没有做出折叠本。做好以后呢，我会供养新加坡的莲友，也希望哪些团体来做汉语拼音，你们的华文真的是要加油加油再加油。然后呢，若流通到印度尼西亚，那应该做印度尼西亚的这个注音，这样子的话般若波罗蜜才会弘扬。那一般人知道的般若波罗蜜什么呢？心经216个字，非常好，大般若经的精华，但是因为它太好太好了，所以太深你不太容易懂。你能够做的下手术什么呢？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啊，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可是你想想看呢，我们从早到晚挂碍的有多少呢？太多了，从头挂到脚，对不对？
我们怪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嘴巴先念心经，结个善缘，但是你的心中啊，没有真正升起啊，一切是无常的，是苦的，是空的，是暂时的，不是真的，是会变的。这些东西就是讲你要常常念。所以为什么要念般若经？也有些莲友会跟我说，师父，般若经很好很好，很深啊，我念了半天了，舌头都会打结，都不知道念什么。我说慢慢来，它是佛的境界，不会说今天你念了明天就懂，后天就开悟了，没那么快。但是你有个好处，我可以真实跟你分享，你常常念般若经，念般若经的时候，你看到东西就比较不会执着。举个例子，对不起，我借这里一朵花，对不对？你看这是啊，这叫花什么花啊？你们叫什么？对，马来西亚，不是，再讲一遍，我们听讲胡姬花，我们叫石斛兰，对，兰花的一种，对不对？好，你觉得兰花很漂亮，对不对？那大家也很喜欢玫瑰花，有人也会问师父，玫瑰花可不可以供佛？可以呀、啊，怎么不可以呢？花是空性的，一般人玫瑰花送给情人嘛，对不对？那你就把佛当作情人供养他嘛，那你不就生生世世都出家了吗？在你的心，好，一朵花，你现在看一半，我摘一半，这样子它有叶子，可是呢，你看起来是很漂亮，所以呢，越漂亮的花是越有刺的。可是我真的呢，对不起哈，跟常住化缘一朵花，我把花瓣这样剥下来了，对不对？花瓣没有了，对不对？只剩中间呢，我再把中间的剥掉了，是一个梗啊，梗若吃下去呢？没了，对不对？那请问花在哪里？告诉我。所以听好，我这一次会用花告诉你什么叫做世俗地，什么叫圣义地，这是我要这次要讲的比较深的地方。好，请看十一页第十四行，二，从二地的角度说明佛智是广大无边的，尤其《法华经》里面讲的实如是，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因缘果报本末究竟，有实如是。那这里面就是要讲世俗地跟圣义地。